Pra descer. Lindo, você办了啊？哪里不错，你至少过来了。嗯。你看，另外爬上，应该是有缝，可以看到隔壁。嗯。有陌生人。对。嗯，他们不去看山。两个小朋友怎么没有期待食物啊？等一下，那根茎被下来，他们才去吃菜。对啊，我说奇怪。现在只是丢菜，没有东西。他现在，我通常十一点会看到他三样都丢，分开丢。嗯，水条、青菜、树枝。这高丽菜也不怎么好看。哎，林哥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拍了以后都会闪一下。那你在我家干嘛？嗯。算很早，很早。这两个东西不同。嗯，应该过去了。嗯。